OK。这是我们的液压鱼板生产机，这个平均还挺多的，80×60，然后这是温度控制器，这里是设置温度，这是增加温度，这是减少温度，然后这是时间，上面是时间控制器，这里往下就是增加温度，增加时间，往上就是减少时间，然后我们把时间设置到25度，温度设置到200度。这边是手启动开关，这边是紧急停止，这边是手自动转换开关，左边是手动状态，然后中间是空档，右边是自动开关，达到右边的时候它会自动下压，左边的时候要按下手启动开关它才会下压，然后我们把它设置到自动状态。当这个时间它达到我们设定的温度后，它就会自动上升了，这就是自动状态。停止工作的话，按一下这个，它就会也会上升。当滑到下面，有时候它不下降的时候，可能是紧急停止开关锁住了，我们要顺时针旋转，它就会出来，这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没有了，对了。